一出来还搞出这个红灯记的问题，应该是解决很多这个 case， 完全没有。那我们就在追问的时候，哦，他在抓处理，过我们才知道被出卖。所以啊，这种的这个谁，无间道啊，淫宅啊，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如果是有任何方面要说，要跟母一定合作，我说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母一定算是完全是冷淡消极处理这件事情。再来，冷淡完全不是冷淡，不是冷淡，我认为我完全没有做。直到南港法院在法庭申请这个司法，这个审核要审核，再逼警方去调查才行。其实应该是来自内政部的，完全没有。我们才发现到，哦，原来如此，被出卖。所以这种无间道这种的行为啊，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如果有任何方面呢、啊，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说要跟这个姆沙杜或者是跟姆一定合作，我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我相信我们这个是行动党的立场、啊，我们都反对，这个是行动的立场啊，绝对反对了、啊，因为这个理由了、啊，不是说因为他出卖我们，好像这些冤案没有处理，红灯记啊、ODD 啊这些还可以相信吗？不可以的，完全不可以的。他有就是母一定有试图就是找你，没有，我没有见过母一定。哦，没有啦，我们没有。我说你好像有一些方面在讲啊，不要说哪一个政党啊，你现在也知道是哪一方面了。我说哦，要跟这些政党做，我就不能够接受了。我行动党领袖没有见过母一定啊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不会跟你合作。这个讲得很明显了、啊，大选没有母一定就是呀。如果是刘天秋想要抵抗的话，我蔡兴都对付他，我蔡兴都对付他，我全力支持主席的那个，绝对不能跟吴立合作，他走不上路。你可以查一下那个日期，我忘记了，也是所以的报纸出版的、啊，我们公布过后要报纸出版，那个是2018是吗？2018。2018是吧？2019，然后警方开打啊！对哦，他全部啊，拖慢哦。我说为什么没有行动的？我们也说给他时间，一年过后没有行动，我就再问你。我说我再静下心情，到我起来的时间，我才知道被出卖。12岁哦。OK 啊，所以没有第二次，绝对没有第二次。OK， 好。